会宁时间卢森堡博物馆 Musée du Luxembourg。它位于法国巴黎第六区拉丁区卢森堡公园的西北角，曾经拥有许多19世纪的绘画和雕塑，然而许多作品在1986年搬迁到新落成的奥赛博物馆，现在这里成为了定期举办展览的地方。现在正在举行的展览是返璞归真毕沙罗在埃拉尼毕塞霍阿埃哈尼拉纳杜和图威。这个展览回顾了数以百计毕沙罗的作品，展览的时间从2017年3月6日到7月9日。下一集我们就会专门来欣赏一幅展览当中毕沙罗的作品。会宁时间，法国巴黎。